台南市新化区老街东边街部分徛民众收经过近两吨外来重工，日前举行启用典礼，爆竹老街东边建筑景观几啊十栋内的缺口，其中位置老街的第一银行，竟扮演着重要角色，和新化老街再现风华。历经百年，经过历史的变迁的台南市新化老街东边街部分立面整修，经过将近两吨外来完工。日前举行启用典礼，补足老街东边建筑物景观数十年来的缺口。当初真正因为透过老照片，因为这当初阮的文史工作者提供老照片，迄阵就是听讲这三栋，阮啊开要几千万呢，才把这三栋的立面做起来，就是按照老照片较早的经营模式立面拢叫这个现代主义工法去甲起起来。日前重工仪式，当初大力协助修复的立委郭国文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在致辞时表示，将伊完成立面的整修，未搁再予老街东边街面有缺陷。我感觉真荣幸，与其啊大家说感谢我能够来协助这个立面完成，不如我来感谢大家。新化人对过去文化资产的付出和努力啊，使人钦佩。今仔所有介意着新化老家人，拢是新化人。新化人的光荣，永远在历史当中存在。我真欢喜，我嘛真荣幸有机会来参与这个过程，和这个立面来完成。台南市城市文化协会理事长王龙生指出，这三栋建筑物是东平街面上盖高以及上盖豪华的楼房，二战时期厝尾顶阳台是新化上盖高的防空的所在，也增加真侪故事性。记者陈嘉欣，新化区采访报道。